好，那个 timing 你往前来，照你刚刚一样的，我的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过去，走，走，你看手啊，手起来啊，手，你看慢了，你看慢了，你应该是手，你的手来，那么多，是我接触了以后脚才落，因为在那个时候。我落的方向不一定在那边，听不懂？所以当我一空掉的时候，我这个是朝哪走，取决于这个，取决于我的手，取决于当我一落的时候，这一接触是不是？一接触我可以是这个力量，一接触我可以是这个力量，我就往这落了，听不懂？所以因为你一落的时候啊，你一落，事实上这个手浮起来的速度比较快，你看，是不是？你松掉的时候，你松掉，它快。我以为是当去带那个方向是不是？不要想任何，不要想任何的操作，就去感觉那个空的那个一瞬间，我的身体不去操控它，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动作？啊。那好像比较容易做对，因为他有拉的动作，所以比较对，直就比你较不要拉，现在练就不要拉，横，不要拉，不要拉，慢了，不对，不对，不要拉。你现在不管怎么样，我就算是横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一空掉，你看，手先走了，你看。手是因为弱了，就是哎，一落手就起来了嘛。然后你这个力量出去了，你的手要有一个反方向力哦，或者顺方向。你看，这个是手带它了，听不懂？所以脚是最后落的，脚是我完成了目的以后它才落。所以手应该是你脚都还没有完，手就已经出来了。对，就是你的手在那边，你的手，我是，你看。是不是？那我刚才是什么？你的手在这边哈，我刚才是我如果一空的时候，手往这边走的时候，我如果是这样子，它往后退嘛。我如果是一空掉，它往这边的话，我的脚就到这边来了，听不懂？所以我空掉的时候，我这个脚，我的身体到底朝哪去，往什么方向走，决定在我怎么带那个势。听不懂？我这空掉是这样子，我空掉成为这样子的嘛，是不是？我空掉成为这样子的嘛，我这个带呀，我这个可以带啊，我不手的话，我肩也能带啊，腰也能带啊，听不懂？所以你要掌握的是这个，先掌握这个空的这一瞬间，然后才是我怎么带它。所以老师的动作不动是，这个地方完全不要被说到啊，不要开啊，不要，都你不现要。在是先搬动这个体，等于这个是完全 keep 住。怎么产生出这个势来？因为你有结构嘛，所以你这个结构本身就有个力量了嘛。所以我的进退，我的什么，它都是在这个用这个结构跟那个重力产生的力。啊，听不懂？无法体会空，放空那种嘛。手放下，手放下，空，手放下，空掉，胯空掉，空掉，手起来。这边放松。对对对，松落，手就起来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先放松。你不要刻意去甩那个手啊，不要刻意这甩，边放掉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放掉，你去感觉你的身，对，这个就对了。屁股不是坐下去。不是往后坐，就是落，落，很重的，很重的，你落快一点，它很重。就往垂直往下落就。交给地。
交给地心引力。沉得快才有力量，慢了，慢了，那个停顿点要准才有力量，听不懂？你那个停顿点没有突然刹住，你看没有？是不是？你先不要走，你先落落看，你先落，落，再来，落，再来，再来。不好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落下去还有一个行程，你不要那个行程看看，你有感觉到那个行程吗？没有吗？啊？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停下来是有一个延续的，好像你踩刹车一样，你不是棒一下踩下去啊，你是慢慢踩，慢慢刹的。我要你叭一下，比刚才好。有感觉到差别吗？再来，这个不好了，啪停住，啪停住，这个不好了。啊，这是一个大问题哦，这是一个大问题哦，你来落我看看，落跟刚刚那样停，落到停，只要落，不好，还是一样，刹车哈，落下。没有力量，因为你们的停顿不是忽然刹住，你们的刹车有一个行程，有一个刹车行程，就像我拿一个球啊，我拿一个皮球，我拿一个东西在这个地上面落下去，它弹起来的高度跟我在那个泥土地就不一样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泥土地它的反弹的速度没有它快啊，泥土地会有一个吸收。吸收掉我那个力量了，所以你们在落下去的时候啊，大部分你那个停顿没有啪一下停下来，你们都停下来，它有一个行程，那你落的力量就被它吸收掉了，你那个力量不够，你的手当然起不来，听不懂？所以你落下去要。停了，所以你那个停要叭踩刹车嘛，你踩刹车踩得越急，那个车子的回震力是不是越大？我们就要这个啊，当然啦、啊，而且你不能慢慢踩嘛，你慢慢踩的后面有坐人，坐人你当然要慢慢踩，它比较舒服嘛。那个舒服是什么？就这个。瞬间的震动力没有了嘛，消失掉了。那我们现在要的什么？我们现在就要那个啊，我们现在就要一瞬间的这个，我们就要这个。所以你那个刹车必须要快，你的刹车越快，你下坠的力量就越大，听不懂？所以不要变成下去以后不要又变成蹲了。不要落下来以后又变成蹲了，所以就算是很短，我不要落很多，我落一点点，可是我刹得快，力量一样有，听不懂？所以一个是落，一个是落，一个是停，落，停，落，停，落，停。所以我说你停得快，你这个脚会。起来的，会成为这样子的，不是你去跳，不是你去跳，是那个力量回正。说利用它的作用力。
对嘛，那瞬间那个力才大啊。那么的这个是沉醉嘛。啊。啊，你们再试试看，这样有没有懂？啊，刹车皮该换要去换呐、啊，那刹不住。你的手起来，你坐，你看哈，你注意你的肩，走，手起来，你看你是不是这边？对，对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摸我的，你看。它反而是沉下去的，哎，你不要做成这个。就是它关键其实要沉下去，你看你用肩做，错了吗？他腰落胯，他腰沉肩坠肘，同时一沉。其实你不要去做同时就。好像要刻意去把他们做的同时，不是的，是一瞬间交给地心引力，那当然是同时嘛。是因为我们落得不够沉，才不是，是没有松够，你没有真正的交给他，没有真正的交给他，你们交给他。所以你这个距离可以多短啊？这样子啊？所以就一沉就好嘛，是不是？哎，都不敢真正的交给地。要永远要控制它嘛。哎。